Morning， 早上好啊！看我这身形呢，我终于带上毛孩子们一起旅游啦！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宠物友好酒店，龙龙高兴，高兴的都忘了进门要擦脚了是吧？妈妈好了没呀、啊？妈妈好了没、啊？妈妈好了。嗯，好了好了，去吧去吧。让我检查检查窗户门都在哪，可要把它们都关好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出门旅行一定带着折叠纸皮？作为潮汕人，去到哪都要喝上一泡功夫茶。好吧好吧，作为猫和狗，一路烟波你们应该也都饿了，安置好两只小家伙，该轮到我美美的泡个澡了。擦掉一路的疲惫，晚上准备去吃烧烤。好了，快划走吧，我要继续泡澡了。嗨妈妈。